凌晨一点多，钓虾场二楼白衣男子是寿星，一群朋友帮他庆生，但他老兄黄汤下肚，开始大吵大闹。女星有人来劝阻，但根本没有用，寿星继续大吼大叫。警方到场制止，但怎样都劝不听，最后朝寿星喷辣椒水。寿星遭到保护管束，手脚也被拎着拖下楼，模样超狼狈。我想买对了，我要劝架了，我想喜欢我的。原来朋友在高雄凤山一间钓虾场帮寿星庆生，但两名女星友人吵架，寿星来劝架却发酒疯，公亲变事主，好好的生日全搞砸了。同样因为太冲动爆发冲突的还有这一件，他们见过特群组的建国，刺青男跟人在网络上留言互呛坐牢谁比较爽，双方相约见面谈判。刺青男不满被酸，拎球棒先动手砸人，反倒被对面四个人夺棒痛扁一顿，满头鲜血。警方巡线把闹事的人全部逮捕，深夜斗殴通通抓起来。记者洪夫人王淑红高雄报道。你买雾化器呢，会送你水神。那么家里面哈，八平以上的、5到6平的，或是小平数都有不同的选择。它的雾化时间大概从4个小时到8个小时不等。怎么买？快点购 QR code 扫一下，记得哦，帮我输入 CTI 285，这是我们辣晚报的团队代码。